欢迎来到三米阅读，阅读乐趣，三米起航，祝您听书愉快。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美国社会学心理学家佩珀·舒瓦茨的《关于爱与性的一切，你全错了》。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在人类所拥有的各种亲密关系里，爱情这种两人关系可以说是最为复杂多变的一种。我们在爱情中寻求的不仅是亲密感和安全感，实际上也是通过伴侣的反应来感知自我，探寻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今天我们经常接触爱情为主题的流行文化产品，从影视剧、短视频、网络文学到游戏，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发现，虽然我们天天在虚拟世界里旁观所谓的完美爱情，但是关于如何获得一段真正的爱情，也就是如何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能够长久相处的另一半，如何与他建立亲密的连接关系，处理二人世界中的各种矛盾，如何共同成长，对于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越来越难找到了。本书作者舒瓦茨在耶鲁大学拿到了社会学博士学位，是美国知名的两性亲密关系专家，就这个主题撰写过一系列畅销书，也是多档两性与情感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以及 TED 演讲嘉宾。这本《关于爱与性的一切，你全错了》是舒瓦茨综合了多年心理咨询和访谈经历后，针对大众心目中25个关于两性亲密关系的流行认知误区进行了剖析和刊物。在本书中，舒瓦茨列举了大量案例来证明，爱情不是一场死板遵守一些规则就能抵达幸福彼岸的游戏，而是一场和伴侣一起探索未知的开放式冒险。一些人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适用于所有人，产生相同的积极效果。舒瓦茨提出的这25个认知误区，我把它们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在择偶阶段中的行为误区，另一类则是在亲密关系建立后维系过程中的行为误区。那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为你介绍这些误区，知道了这些误区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应对。说到择偶，我们脑海中可能想到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一见钟情。在偶像剧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剧情，男女主人公在繁华的都市街头或者风光秀丽的旅游胜地邂逅，一个眼神交流后就迅速意识到对方就是自己苦苦找寻的灵魂伴侣。所以舒瓦茨首先对一个我们关于邂逅的认知常识提出了挑战，当真命天子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感应到吗？答案很可能是不。为什么这样说呢？舒瓦茨就给我们拆解了所谓一见钟情背后的生物学原理。当你在社交场合看到一个中意的异性，会出现什么反应呢？很多人的回答是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而主导这些反应的是我们身体中分泌的激素，主要是多巴胺和肾上腺素。但是我们的身体会因为很多原因分泌这些激素，比如压力带来的焦虑，甚至感到危险等等。然而我们往往会因为周边环境中出现了异性，而把这些信号理解为怦然心动，感觉自己的意识发出了眼前这个人就是真命天子的信号。在这本书里，舒瓦茨就给我们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一个橄榄球明星在搭乘飞机的时候遭遇了气流，飞机一下子下坠了几千英尺，机舱里各种杂物满天飞，一个空姐立足不稳扑倒在他怀里。于是这个运动员就觉得自己遇到了灵魂伴侣，于是二人火速结婚，但也没有维持多久。舒瓦茨评论说，这就是一次典型的信号误读。然而我们自己常常就在这种错误信号的驱动下开始了追求与交往，还刻意屏蔽那些在交往中出现的负面信息，最终收获了一段错误不如意的关系。我们之所以会把那些并不适合的人当作一见钟情的对象，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错把激情当永恒。在热恋期，我们实际上把自己关于爱情的所有美好期望和想象都投射到了对方身上。当然激情总有褪去的一天，一旦两个人中有一个发现对方并不符合自己的各种预期，就必然导致失望与分手。那么如何能够遇到对的人呢？舒瓦茨给出的建议是，首先不要过分依赖自己的直觉，其次牢记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非你不可的人。
除此之外，很多心理学家都告诫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础是良好的自我同一性。说白了就是啊，要想遇到对的人，你首先得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毕竟，一个心理健康，能对自我做出正确评估，并愿意积极改进的人，才更有可能收获一段健康美满的恋爱关系。另外，在一段稳定长期的关系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依旧是两个人性格的匹配度，甚至性格相似，都是一种极大的加分。毕竟啊，拥有相同性格的人，虽然有弱点重叠的问题，但更容易互相理解，彼此包容。作者舒瓦茨在书里说，自己曾经遇到过很多人，有些是朋友，有些是采访对象或者咨询客户。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说自己的另一半在刚认识的时候，看起来完全没有什么吸引力，自己也并没有和对方长期交往的打算。比如，舒瓦茨有一个女性朋友李，在商业上已经非常成功，但单身了很多年。有一天，李纯粹出于好奇，参加了一个情感交往类的培训班，讲师留了一个作业，就是一周内你必须认识十个新的异性，如果有人提出约会请求，你不能拒绝。李作为一个精英女性，打心眼里是不大相信这种野路子社交的，她纯粹为了凑数，开始和陌生人交往。结果其中一个就主动向她表示了好感，说，哎，能不能请你喝个咖啡啊？李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这男的比李小15岁，一只胳膊还有先天性肌肉萎缩。不过，为了遵守这个老师的要求，出于礼貌，他就去了。毕竟，一杯咖啡耽误不了多少时间。结果聊着聊着，李发现，这个男的是个城市规划设计师，非常有才华，而且性格很好。于是，这段关系便逐渐升温，并在一年之后，变成了一场婚礼。你看，一个通过看起来不靠谱的渠道认识，没有给人优良第一印象的人，居然最终变成了婚姻中的另一半。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人就会问了，那我在寻找另一半时非常谨慎，非常严格，只找那些符合自己长期择偶需求，而且奔着结婚去的异性，为什么还是没有结果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作者舒瓦茨就说了，只找看起来靠谱的人，也是一种恋爱关系中的误区。一般来说，所谓靠谱的人，也是有量化标准的。我们找长期伴侣，都会希望他们能够尽量靠近我们心中那个完美另一半的模型，也就是尽可能满足我们一系列预设的条件。著名社会学家弗莱彻就有一个研究，说无论男女，择偶时衡量对方的维度有三个：生物特征，也就是外表吸引力，性格和掌握的社会资源。当然，在三项指标上都分数比较高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物。所以，我们就不得不适当做出取舍，并且承认，世界上不存在能够满足我们所有需求的另一半。我自己就认识一位心理咨询师朋友，他接待过一个男性咨询者，离过四次婚，原因就是每一次恋爱都是奔着结婚去，而每一任妻子都能满足他某一方面的需求，但同时因为不能满足他另外一些需求，导致他深深的失望，决心离开这段关系。于是我的这位朋友感叹说，这个男人的问题就是试图把婚姻当作一个能够解决自己所有情感和功能性需求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以色列有个社会学家叫易洛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情感资本主义。说白了就是啊，很多现代人表面上追求一份刻骨铭心的真感情，但实际上却在用经济学的量化与交易概念来定义自己的情感需求。举个例子，现在大家喜欢用的交友 APP， 比如陌陌和 Tinder， 或者那些婚恋网络平台，就是情感资本主义的体现。一方面，我们每天能够认识大量的异性，但另一方面，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处理如此多的社交信息，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们迅速贴上可以精确归类与量化的标签来加以管理，比如年轻、户籍所在地、是否有车房、颜值多少分，诸如此类。反过来，我们一旦做出了初步筛选，那么强大的算法就会不断给我们推荐类似的对象，逐渐的，我们就把自己限制在了某种信息茧房里，自己也会感觉到一丝不对劲儿。
为什么对一份无法量化的亲密情感的追求看起来越来越像网购呢？针对这种情况，舒瓦茨接下来就告诉了我们几个有指导意义的锦囊。首先，在决策中要尽量排除噪声的干扰。在寻求亲密关系的这个决策里，最大的噪声莫过于第一印象了。比如一个在社交场合或者婚恋交友软件里看起来社会阶层挺高、经济状况不错的男人，很容易被女性当作是一个优先择偶对象，但他也可能是一个投女性所好、伪造了身份来进行诈骗的骗子。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沟通，获取更多的信息来给我们的决策降噪。其次，舒瓦茨建议我们对于在社交场合遇到的一些表面上不那么有魅力的人，我们也不必完全排斥。这是因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对一个陌生人的判断可能并不准确。在我们刚才说的三个择偶维度中，相当重要的性格是要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和沟通才能详细了解的。也许在这些表面上不起眼的人当中，其实会有值得我们托付终身、能够给予我们足够爱的候选人。最后，舒瓦茨还说，即使在这些交流和尝试之后没有收获一个理想的爱人，那这个试错过程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这就跟运动员做训练或者科学家做实验一样，你在这个过程中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改进了你的沟通技巧，认识到了自己在性格上的不足，这一切都能帮助你成长，来迎接那个真正适合你的人。好了，刚才我们已经简单归纳了作者舒瓦茨给我们总结的两个择偶误区，分别是过度相信一见钟情以及只找看起来靠谱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当关系稳定之后，有哪些被我们当作铁律的相处之道其实并不正确。首先，爱人应该做最好的朋友吗？相信很多人都会点头，坚定地说，当然，一个好的另一半最好是自己的知己。作者舒瓦茨说，这一点对于女性来说似乎尤其重要。在女性眼中，最亲密的友谊意味着彼此分享最隐秘的情感、经历和欲望，向对方坦白的越多，友谊越深。然而，这与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友谊实在是相差甚远。在舒瓦茨看来，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友谊是在一起共享自己的爱好或者乐趣，比如到体育馆看一场喜欢的球赛，在一起垂钓或者自驾，对于彼此心灵情感的分享比女性少很多。而女性憧憬的那种能分享隐私的友谊，男性就更少了。在一次心理测试中，舒瓦茨曾向参与的夫妻与恋人们提出，如果被迫前往一座孤岛，那么最希望带的伴侣是谁，这样一个问题。出乎意料的是，半数以上的男性在反复推敲后选择了自己最好的哥们儿，而女性受测者则倾向于带上自己的亲近闺蜜，甚至好莱坞男明星。原因何在呢？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女性天生思维模式的差异。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主任科恩经过多年研究就发现，女性在感知认同别人的情感、预测他人行为和感受这方面的能力明显要优于男性，而男性思维模式则是清晰的目的导向，以得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共情不是多数男性的特长。其次，舒瓦茨说，友谊和爱情不同，恋人之间的亲密情感导致我们不可能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像朋友那样冷静客观。相反，朋友之所以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建议和支持，恰恰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按照舒瓦茨的话说，就是爱人也许并不在生活中时刻相伴。反过来讲，如果你花在最好朋友身上的时间和花在爱人身上的一样多，那么你可能也会对朋友产生足够多的不满。所以啊，期望恋情发展成为某种亲密无极限的友谊，最终导致的很可能不是幸福，而是被一段关系所吞没，既没有时间反省自我，也无暇享受其他社交关系所带来的乐趣，最终导致这段关系变成了一个四周被安装了无数镜面的幽闭空间。用舒瓦茨自己的话说，就是某种心理上的融化感，非常负面。所以如果过分执着于让爱人成为最好的朋友，也许会伤害两个人原有的关系。舒瓦茨在书中写道，自己曾经分别接待过两个咨询者，一男一女，卡拉和保罗。卡拉回忆说，
自己和前任分手的原因就是自己对丈夫要求太高，觉得他不能了解自己全部的情感需求。所以卡拉一有情感问题就去找闺蜜倾诉和咨询，越咨询越觉得丈夫对自己不够全身心投入，不够了解，最终两人选择分手。而保罗的问题是，他的前妻也追求一种绑定式的亲密关系，要求保罗无时无刻不关注自己，陪伴自己。保罗为了满足他，放弃了自己几乎全部的社交生活。有趣的是，卡拉和保罗最终走在了一起，双方都保持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保罗爱运动，卡拉喜欢读书，他们并没有强迫彼此对自己的爱好产生兴趣，也鼓励对方去和朋友社交。两个人都认为，这种给对方留下足够生活空间的情感模式，并没有妨碍他们对彼此的爱。看到这里啊，也许你会恍然大悟，爱一个人就要给对方空间，尽可能的包容对方。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在相处的时候，对方有点小毛病，要紧不要紧呢？相信很多人会回答，没事儿，毕竟人无完人，抓大放小嘛。但是舒瓦茨出来友情提醒大家了，情况很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在亲密关系中，小毛病也会酿成大灾难。加州大学有一个心理学专家费恩利做过一项调查，结果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夫妻和情侣分手的理由往往和他们在一起的理由重合。比如说，一位女性回忆说，自己决定嫁给丈夫的原因是对方的幽默感，但离婚的理由也是同一件事儿，只不过丈夫的幽默感已经变成了总是在耍贫嘴，没完没了。对于这种情况，舒瓦茨的解释是，随着爱情甜蜜期的消退，你眼中拥有的可爱滤镜也消失了，曾经吸引你的原因显露出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我们在工作中可能都知道这样一条定律，细节决定成败，它其实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亲密关系。舒瓦茨就说了，我们普通人两口子终其一生，哪会遇到那么多跌宕起伏的生死考验啊？相比之下，对方那些让你烦恼的小毛病、小细节，可是日常生活中的高频事件。日积月累之下，你就会觉得这些小毛病、小细节会逐渐变得不可容忍。那么，哪些小毛病会导致两个人感情不和，甚至分手呢？舒瓦茨根据自己多年心理与婚姻咨询的经验，给我们列出了几个高危选项。首先是个人倾斜，这个比较好理解。当恋爱关系告别激情期，进入稳定阶段后，一方不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会直接导致亲密行为频率的降低，以及两人关系的疏远。其次是作息习惯的不同步。比如，一个叫菲奥娜的咨询者就对舒瓦茨抱怨说，因为通勤时间长，路途遥远，自己每天五点半起床，晚上七点回家，十点左右准时就寝。但是她的丈夫布雷克，公司距离家就十分钟路程，所以布雷克可以睡到很晚才起床。于是问题诞生了，菲奥娜每晚筋疲力尽想睡觉的时候，布雷克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在菲奥娜熟睡后，她会继续工作、上网或者看书，直到深夜。久而久之，布雷克开始感觉到了孤独，因为在每天的有效清醒时间里，他没办法和伴侣一起共度。作为代偿性满足，布雷克又开始交网友，而异性网友又让布雷克感到焦虑和内疚，觉得自己走到了出轨的边缘。你看看，生活作息上的问题最后也会对亲密关系造成大损害。所以舒瓦茨给出的建议是小题大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交往中让你的伴侣在某个问题上彻底改变并不现实，但当你第一次为某个细枝末节感到不快的时候，就和你的爱人进行一场严肃的沟通，画出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底线。比如两个人时间长期不能同步，那至少在周末休息时，两个人应该把共处的时间最大化。睡懒觉的那个人可以在周末早起给爱人做个爱心早餐，或者一起晨练，晚上也可以主动承包家务，让对方早点上床多睡一会儿，诸如此类。如果一切顺利，两个人步入了婚姻殿堂，那么亲密关系的下一个里程碑，抚育下一代，就提到日程上来了。通常很多夫妻都会觉得要个孩子能让彼此更加亲密，毕竟有句俗话嘛，孩子是婚姻这条船的压舱石。但是舒瓦茨并不这么认为，
他甚至强调说，有了孩子就能增进感情，是他本书中列举的25条亲密关系的误区中最严重的一个。许多夫妻本着巩固感情的意愿有了孩子，然而却发现婴儿的降生使得家庭关系更加复杂。孩子虽然成了双方关爱的中心，但也带来了新的焦虑、疲劳与争执。舒瓦茨分析说，这种父亲、母亲、孩子组成的新三角关系带有先天的不稳定性，而父亲则是最有可能被排除在外的多余人。这是为什么呢？一位以色列女心理学家冈特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女性因为怀孕妊娠中的激素变化激活了基因中的抚育本能，而男性则天生没有这种本能。另外，女性一旦开始抚育婴儿，天生会表现出一种排他性，把照顾宝宝当做了自己生活和关注的核心。宝宝出现了任何一点问题，比如进食困难、疾病、认知能力发展缓慢，都会让母亲焦虑万分，夸大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一旦母亲开始忙着处理宝宝的问题，那么很遗憾，母亲分给孩子爸爸的感情和关注自然就会急剧下降。舒瓦茨说，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会产生嫉妒、愤怒和失落感等负面情绪，但同时他们也需要克服自己的问题。比如今天很多的母亲都在抱怨说自己是丧偶式育儿，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传统社会对男性气概的狭隘定义，会让新生爸爸感觉自己只要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就算合格了。如果一个男人表露出太多细微的温情，去干诸如给孩子换尿布、量体温这样的琐事，就不像男人。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中青年男性觉得无法胜任父亲的角色，是因为他们的上一代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在育儿和代际亲密关系方面不能做出像样的表率，从而导致他们自己成为父亲时茫然无措，不知道如何去支持自己的妻子。舒瓦茨在书里警告我们，如果放任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渐渐的，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个人会发现，由于孩子的诞生，两个人被拽到了两个互不相交的平行世界中。那么，该如何避免有了孩子之后，夫妻关系变得疏远的情况呢？舒瓦茨给出了这么几条建议。首先，不要寄希望于问题自己解决，诸如孩子去幼儿园上学了，夫妻自然就有了独处和修复感情的时间。因为事实证明，在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会有不同的挑战出现，从而导致这种夫妻生活呈现平行空间的状态一直延续下去。舒瓦茨在书中说，大约有 40% 的夫妻会出于习惯，在孩子进入幼儿园后，把这种母亲掌控一切、父亲缺席、夫妻缺乏交集的生活模式继续维持下去。所以，两个人都要积极行动，及时对这种状况进行干预。其次，是要打破两个人之间的次元壁，父亲应该主动而积极地协助母亲育儿，这样不仅减轻母亲的负担，也让父亲在孩子的成长中有了成就感和参与感。有一位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守门人理论，说孩子的养育是一项综合事业，更像一座花园，母亲要充当一个守门人的角色，不要事必躬亲，要给孩子的父亲留出足够的空间和职责。2006年，美国卫生部组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父亲在儿童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提出，父亲功能包括七个方面。一，和自己的配偶培养积极的关系。二，陪伴。三，照顾。四，恰当的规训孩子。五，引导孩子走向家庭以外的世界。六，保护和供养。七，成为孩子的模范。你看，传统中的供养家庭只是父亲职责中的一部分，在孩子的成长中还有很大的空间等待父亲去大展拳脚。其次，夫妻两个人应该共同商定保留一点独处的时间。舒瓦茨告诉我们，不要单纯因为爱和愧疚就无限制地回应孩子对关注的需求，夫妻两人每周单独吃个饭，或者每月一次来个没有孩子的浪漫周末，都能有效地稳固感情。最后，舒瓦茨还建议，在可能的范围内，两个人都应该努力恢复生育前的兴趣爱好和个人魅力。毕竟，两个人不仅是父母，还是爱人。当上了父母，并不代表让两个人曾经走到一起的吸引力就不再重要了。
好了，到这里啊，这本关于爱与性的一切你全错了的主要内容就基本上为你介绍完了。在本书的最后，舒瓦茨还特地列出了一份清单，叮嘱我们在亲密关系中要特别关注五件事。一，在是否要养育孩子这个问题上要慎之又慎。二，长期同居未必会促进关系更进一步。三，要吸收之前失败恋爱关系中的前车之鉴，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四，妥协很重要，但不要毫无底线。五，吵架之前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结合这五条，再想想舒瓦茨在书中提到的这些误区，我们会总结出一些规律，那就是要想获得一份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我们需要抓大放小，坚持几条大的基本原则和底线，在其他小的微操作和细节上，我们都可以本着开放的态度和伴侣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商讨出两个人大体满意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些原则是什么呢？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爱泼斯坦进行了一项涵盖了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信仰的30对夫妇的婚姻调查，最后发现有几项最基本的原则是这些伴侣能够长相厮守的秘诀。这几项原则也在舒瓦茨的这本书中得到了强调，包括但不限于信守承诺、良好的沟通技巧、在不影响感情与家庭长期利益的前提下与伴侣分享彼此的秘密、制定公平的财务开支计划、让伴侣看到你持续进步的决心和行动、在困难来临时不离不弃以及给予多于索取等等。所以啊，从某种意义上说，爱真的是一件玄妙的事情。那些让爱情保持活力的秘诀其实并不复杂，也很明确，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却依旧要求我们穷尽自己的知识、直觉、